无缘无故发什么脾气啊？喂！虽然我的头脑聪明，但有时蛮力也是最快捷的方法。哼，真是太爱你了。游戏规则很简单，一个人放开桶，对方就会被吊死。就算力气够大，想不到办法，都很快要说拜拜。你们这么喜欢帮人背锅，我就看看你们这次怎么样撑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我喜欢。你可以不和我玩的，把桶扔了，吊死他，然后自救。给我看着他们会怎么死。我有些话要对你说。说什么？对不起，我知道你不是拜金的女孩，刚刚我是一时冲动才会这么说的，让你生气了，对不起。现在来道歉，你不如先想办法。我怕我没有机会跟你道歉了。从小做保安花就是我的梦想，我很清楚自己要什么，我是不会嫁入豪门的。那你刚刚不拒绝他？他让我想起了故事的爸爸，我不忍心让他失望。对不起。没事，我从小坚强惯了。你是霸王花吗？对了，你跟我说那么多，是不是想让我分心，不会觉得那么辛苦？相信我，我们不会死在这儿的。我说最讨厌欠人情的，现在还你一条命了。
就剩你一个了，赶紧签吧。枉我一世英名，还是棋差一招。你不用再装了，你这只老狐狸，傻子都看出来是你的阴谋。我的老朋友，何必那么辛苦呢？现在专心做事，找到其他炸弹。兵分两路，我和阿蛋继续去找看有没有其他炸弹。那我和恩珠去书房了解一下情况，之后呢我们几个在后面会合。还有啊，我们要想办法联系麦当请求支援。好。嗯，好。哎，你们怎么一直牵着手啊？哪有啊，等会儿见。走。突然间停了，幸好恢复。我想他们一定在里面想办法突围。第四个，我活了大半辈子，不会别人，就是死不认输。我跟你说，就算我死，都不会让你得逞。用那么大的阵势来掩盖你的罪行，真是难为你了。嗯，你们这么对我，我走投无路。我不踏出这一步，死的那个就是我。快点走，其他股东都签完字了，你就当是临死之前给我送的大礼喽。电话给我，电话。我的回答还是那一句。就算同归于尽，也不会成全你。同归于尽，
你真是天真可爱，明天所有报纸头条都会报道，任何妨碍公司发展的股东，包括你在内，都不幸成为人质，被恐怖分子杀害。我就以英雄的身份挡了一枪，一个完美结局。怎么猜都猜不到，你策划了这么一场大戏，还触动了恐怖分子。恐怖分子，雇佣兵而已，有钱能使鬼推磨，恐怖分子也需要资金。我今天的损失比起你们对我的伤害还太小儿科了。你跑不了的，就算合约签了也没人证明。这个不重要，最重要的是我请了一帮好律师，还有在你公司的卧底高层，他们全都可以证明这份合约是几个月前就签了的。到时我就是这个集团最大的股东，几百亿的生意全在我手上。剧情还不赖，你东皇入魔，李水上不肯签是吧？其实伪造个假签名也不难，就差这根手指嘛。李水上，灵魂笨蛋，你现在死了瞑目了吧？自编自导自演。喂，现在有证据了，不过还差一件事。什么事啊？就是千万别死，保住自己的命啊。在这儿别动。是李旭昌一手策划的，我们一定不能让他跑了。那你们有没有见到 King 和阿蛋？他们发现了花篮里有炸弹，见一个拆一个，希望全部都拆了。那我们等他们过来再进行反击。行动，我们必须马上离开。好吧，你带这些文件走，我和其他人质光明正大的走出正门。走。总部已经派遣支援部队包围了整个私人会所，五分钟后进行突击行动。是的。
我要跟你同归于尽。放下武器。就一支笔而已、啊、我叫你放下武器。连笔都不怕。救了你四次，有没有资格要你电话？不行吗？阿Sir，阿Sir，李静，你没事吧？阿Sir，救命！我受伤。叫救护车。是，李旭昌，别动。到底怎么回事？你不用再装了，整段视频已经足够证明你就是幕后主脑，也就是杀人犯。李先生，麻烦你跟我们回去协助调查。